这就是你沐浴的地方，我去给你拿衣服，你先将就着穿我的。我能穿吗？这他的胸比我大，我的尺寸好像是不太适合他。你等我一下。洛小姐，这个内裤是我新买的，之前已经洗干净了，你放心穿。至于内衣，看你的胸型，我的内衣尺寸肯定是不适合你的。要不你暂时就别穿内衣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洛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何事？你们古代所说的内衣，我看了史学资料，记得汉朝时就已经起源，后面随着朝代变迁，名称又有了变化。魏晋时分，内衣被称为两裆，唐朝时被称作诃子，宋朝时称为抹胸，元朝时称为合欢襟，明朝时称为主腰，清朝时称为肚裆。对了，你还没经历到清朝就进墓了，不好意思啊。洛小姐，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正确？的确有那些个说法，倒是那清朝我并未听过，我自己倒是不使用你所说的那些杂乱名讳，也只是惯常穿亵衣。是他现在底下穿着的那种贴肤的白色亵衣吗？不过我现下正裹胸。难道他这白色的亵衣里面还真的拿布条裹了胸不成？师姑娘，你这般好奇地盯着我这处，是想要看吗？就像你之前央我的那般，要对着我这处做你那所谓的课题研究。天哪，我这问他的都是什么问题，丢死人了。不是，我现在还没打算研究你这个，你赶紧洗澡吧，我走了。还是这么脸皮薄，经不住动。晋江文学城，君梭拉原著，君梭拉出品，编剧制作，广播剧《探虚灵现代篇》第一季第三集《浴室研究》。欢迎收听。洛小姐，她都洗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知道现代的浴室怎么用？洛小姐，我能进来一下吗？你进来吧。没穿衣服，应该也没什么需要特别避讳的。可我怎么不敢看他？何事？他在我面前脱光了洗澡都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要尴尬？没必要。
我刚忘记教你这浴室里面的一些操作步骤，想不到你自己就洗上了。你是指此等机关吗？嗯，我方才端详了一阵，伸手触碰，将这束机关抬起，它便有水流出，洒在我身上。想来这与古时的机括取水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此朝这些机括暗器甚是奇妙，尤胜古时百倍。机关暗器，不过你要这么理解也是非常正确的。你在笑话我吗，师姑娘？我可有说错什么？没有，你说得很对。这个叫水龙头，你把这个拨弄到左边，出的就是冷水，而右边出的就是热水，这样左右调和，自己去试水温，就可以调节到适合自己的温度。嗯，你现在洗的是冷水，对身体不好，不过现在是夏天，也不用洗太热的水，温了就行。尽量往左调。多谢提点，我已然晓得了。师姑娘，你可有其他要事嘱咐我吗？没有了。有的有的。洛小姐，这个呢叫洗发水，拿来洗头发。那个叫护发素，拿来护理头发。这个呢是沐浴露，拿来洗身体。洗完以后你再拿那个乳液来保养护理肌肤。你看，就像这样，明白吗？为何洗了发又要护发？为何沐了浴还要所谓乳液保养护理？岂不是多此一举？我是否问了什么让师姑娘你困扰的问题？没。洛小姐，你实在太让我困扰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嗯。师姑娘，你要这般站在我身边一直看着我，直到我沐浴完毕吗？我走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叫我。请进。洛小姐，她一个古代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看上去又跟个闷冰块似的。出了古墓，估计不会向市里其他人寻求帮助。看她那脸色有些苍白，这两天肯定吃得不好。我还是给她的面里多放点营养的搭配。就是，不知道她喜欢什么口味呢？洗完出来了。师姑娘。洛小姐，你应该饿了，我给你下了点面，你先吃吧。嗯。你穿这件白衬衫很好看。给，面碗很烫，你小心端。多谢。到餐桌那边吃吧。好。他就只是看着，怎么不吃呢？洛小姐，你难道不喜欢吃面吗？没有，我很喜欢。他现在只穿了这件白衬衫，里面什么都没有，都能隐约看到。
正给他买内衣才是当务之急吧。洛小姐，面吃完了，我们现在来谈谈吧。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需要和你说清楚。谈什么？如何谈？谈接下来的安排。我问你，之前我在车上跟你提的那个合作建议，你是否答应？应。他居然答应得这么快。师姑娘，我已然应你了，你缘何这般表情？我什么表情啊？我只是对洛小姐你终于肯答应与我合作这件事感到开心。我亦是愉悦得很。师姑娘，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提供你想要知晓的那所谓资料，但是我这人喜欢公平，是以我也需要从你身上得到我想要的。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是想通过我来掌握这个新环境的所有讯息，我早前在车上就说了会给你提供帮助，而且我还会给你工资，我已经许诺过你了，请你相信我。不是，我想要你这个人。那个洛小姐，你不要总说一些让我困扰的话，我真的会很困扰的。很困扰吗？我还未曾说完，我是说我想要你这个人的所谓资料。你们此地是这么叫的吧？关于我的资料吗？嗯，具体是指哪方面？你的生辰八字，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其他亲友？倘有其他亲友，请务必告知于我。你自小到大的详细点滴、生活经历，总之关于你的一切事宜，我都想要知晓。你研究我，我自然也要研究你，我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原来人口普查从明朝时就开始流行了吗？人口普查？看他那么精明却又不懂现代用语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师姑娘，只是你自小到大的经历和你的生辰八字乃至亲友之类的而已，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吧。这我拿这些与你做交换，这笔买卖我觉得你并不亏，你为何要犹豫？还是说你自己也糊里糊涂，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有命有姓，真真实实地活在这世上，又不是半道上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怎么会说不出来？我的生日是秋天，10月5号，现在已经27岁了。你们明朝的历法与我们现在的不同，需要换算，我可以大概的先跟你解释一下。秋日出生，27岁。师姑娘，你不像是27岁的人，看起来倒像是才20出头而已，很是年轻呢。其实人类发育到一定成熟的阶段，比如说18岁至20岁，参照普遍水准，后面的容貌直到30岁，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单纯以容貌来判断年龄，是很容易出现误差的。不过洛小姐，听你话里的意思，我可以当作是你在夸我保养的好吗？嗯，对不住，方才打断你了。关于你们此处的时间问题，愿闻其详。牵扯到时间换算问题，我需要先知道洛小姐你进墓。啊，不好意思，冒犯了。我的意思是，洛小姐你具体是明朝哪个年间的人，才好进行换算。我入墓那一年为洪武7年间。
太祖皇帝朱元璋在位年间。洪武七年，按照我们这边的历法来计算，是公元1374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现在是公元2012年。也就是说，洛小姐，你从落雁山古墓苏醒那一刻起，就相当于来到了距离你生活朝代638年之后的新环境了。638年后，很好，很好，好在哪里啊？他的精神强大程度远超我的想象。刚才短短的几分钟交谈，他就已经充分掌握了主动权，连我的一些个人信息都被他轻而易举地套了出来。如果我真的开始与他合作，那之后是不是要拿出更多的私人资料来作为与他交换考古资料的条件啊？怎么突然有种他像是个猎人，而我就是被他盯上的猎物的感觉呢？你在想什么，石姑娘？没想什么。我记得你之前见我，与我相谈时胆子很大，并无不自在之意，怎的现下你好似有些怕我？我这个638年前的人吓到你了吗？陆小姐，你我现在是合作关系，我怎么会怕你呢？你再怕我，你出很多汗。现在天热，当然会出汗了。你不必紧张，我不吃人的，不会吃了你，放心。没有，你误会了，我刚才只是在考虑一些事，所以走神了。是吗？石姑娘，我看你好似总有许多事要想，可是有什么趣事总这般入神？我不是。我得赶紧跟他换个正经话题，不然总觉得他在笑我想太多。对了，陆小姐，你身为元末明初的人，如果要在现代社会立足，是需要解决许多问题的，而目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需要先办理好你的身份证。身份证？对，身份证。你要拥有了这个社会的身份证，这个社会才会承认你，不然你就成了黑户口。你等一下，写你熟悉的繁体字给你看，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好。你看，身份证这三个字是这么写的。这种所谓身份证，是否便是类似照身帖或者牙牌之类的物事？陆小姐，你的理解非常正确。那敢问施姑娘，你们此地的牙牌，也就是那身份证，是否需要我前去衙门领取？现在已经没有衙门了，只有公安局，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我所指便是那公安局，你以为我记性不好吗？是要去公安局办理，只是你们那时候去衙门办理牙牌是强制的吗？很多时候还是用不上的吧。牙牌形同虚设而已，持有牙牌的大抵还是达官贵人居多，拿来昭示身份的。原来是这样。陆小姐，你瞧，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身份证，如果没有它，很多权利都享受不到，甚至你还会被请去公安局喝茶。嗯，去衙门喝茶？不是真喝茶，局子里没有好茶给你喝，意思就是你会被带去公安局问话。我不知你们此地风俗，你笑我吗？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你误解我们现代社会的样子有点儿。有点什么？有点可爱。没什么，我们接着说这个身份证。身份证上面需要你的出生日期、地址，而办理身份证还需要持有户口本。你这个样子是根本没有户口本的，所以我需要帮你杜撰一个。
你要造赝品吗？洛小姐，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我是个良好市民。嗯，良好市民施姑娘。好像又被这女人讽刺了。我日后拿给你的是货真价实的身份证，会录入系统的，可以正常使用。我打个电话，你稍等一下，很快就好。喂，阿晴啊，怎么会有空打电话给我呀？喂，肖叔叔，最近身体好吗？你是不是在开会？现在不打扰吧。今天我休息。哎，阿晴啊，你很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最近在忙着和男朋友谈恋爱呀？我哪来的男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哎呀，是你不想要啊。我之前听叶然说，没一个追求你的男叶然都拒绝了。那是青衣的何人？现在都27岁了，你看看这个年纪还没谈过恋爱的女孩子还剩下几个呀。肖叔叔这边有很多青年才俊，到时候给你介绍介绍啊。行，我相信肖叔叔你的眼光。对了，小叔叔，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哎呀，我就知道你每次打电话找我啊，准没好事儿。说吧，要我帮什么忙啊？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事，就是我有一个表姐，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卖到深山里面当童养媳，前阵子才逃出来。哦，这样啊。可她父母已经死了，家乡那边也没有音讯，现在就是个黑户，需要重新办理身份证和户口本。哦，肖叔叔，你看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哎呀，这是个小问题。不过阿青啊，你什么时候有个表姐呀？叶然也没跟我说过呀。是远房表姐，很远很远的那种，以前都没联系的，你也就不知道了。哦，行，那到时候我打个电话给王副局长，你带着你表姐去找她，她会帮你办妥的。好的，谢谢肖叔叔。那你忙，我就先不耽误你时间了，拜拜。陆小姐，身份证的事我帮你办好了，等你安顿下来，我再带你去公安局拍照，办理相关手续。表妹，你方才说谁是童养媳？我乱编的理由，你别在意。你既是我表妹，我又怎会在意？洛小姐，你多少岁了？你将来的身份证信息上面是写你以前真实的生辰，还是想杜撰一个？你是古代人，那就是过农历生日。何谓农历？农历就是中国的传统历法，你们古代人在我们看来就是用的农历，而我们如今主要用的都是通用新历。哎，你先说你生日吧。我的生日是秋天，10月5号，现在已经27岁。29岁，书写真实生辰便可。11月13日。29岁，29岁有何意义？没有。他比我大2岁，看起来居然那么年轻。施姑娘可是觉得我如今这29岁的年岁有些大了，做不得童养媳了。他怎么好像总是在逗我？陆小姐，你先休息一下，在我家里随意就好。我去洗碗。洛小姐在沙发上看什么呢？一个遥控器都看得这么严肃认真，跟在鉴赏古董似的。不过他自己就是个古董。
洛小姐，你是想看电视吗？电视？嗯，你看，我们俩现在坐着的这个叫沙发，而你现在面朝的这面墙上挂着的大屏幕呢，叫做电视。你手里拿着的就是遥控器，用来控制电视的。嗯，你按这个开机键，电视就会打开了。你看，小心！他这是误以为电视里的杀人场面是真的，下意识在保护我吗？莫要怕。洛小姐，你不要担心，这是假的，没有真杀人，这些血都是假的，刀剑也是，就像你们古代的唱戏的罢了。唱戏？他这样压着我，白衬衣底下都露出来了，怎么办啊？他没有穿内衣，被我看到了还好，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不行，我得赶紧出去给他买内衣。等一下，什么叫被我看到了还好？天哪，我在想什么？我是不是有毛病啊？师姑娘，不是在说唱戏吗？你又走神在想些什么？我没想什么。洛小姐，你能不能从我身上起来啊？我想起身，只是师姑娘，我方才以为有危险，将你压得有些急，不慎闪了腰。啊，你现在腰疼得有些紧，你且容我在你身上缓上片刻，好吗？不可以吗？可以。洛小姐，我手机响了，你现在这样压着我，我也不好拿呀。手机就在你手边的茶几上充电，我知道你现在闪了腰不方便，但是这个距离你伸手就能够得着，可以帮我取一下吗？你不用起来的。好，师姑娘，给。喂，杨叔。哦，诗诗。你找我什么事？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个样子？有点奇怪呀。没有，我是闪了腰，有点疼来着。闪了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哎，你赶紧休息一下啊。我之后再打给你。杨叔，我是之前闪的腰，贴了膏药，很快就能好。你有什么事找我，直接说吧，没关系的。哎，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施总啊，昨天打电话给我，他叫你有时间的话，就给他打个电话过去。啊，施叶然找我。施叶然，你告诉他，我很忙，没时间。他会不好受吗？你之前被人绑架，杨叔是答应了你，帮你瞒着。但这两天吧，我想了又想，我觉得还是得让师总他知道。用不着告诉他，杨叔，绑架这件事，只许你我两个人知道。谢谢你，杨叔。谢什么谢？多钱买啊！我呀，受师总的委托。
看着你，又帮你看着莫彦斋，这么些年我帮你在失踪面前瞒的事儿，那还少吗？你这边吧，要我少向失踪报告你的事儿，那边失踪又常打过电话来问，这两边夹着，唉。所以我才要谢你，杨叔，你作为上一任管家，这些年为世家做事尽心尽力，施叶然他都是知道的。至于我，我只是不想让他总干涉我的生活。他要你看着我，照顾我，我没意见。但我不习惯他总拿你当眼线一样来监视我。施总，他不是想监视你，他是真的非常关心你，怕你出了事情，一个人在外边受苦，这才让我跟。洛小姐，他怎么在我身上动了？施总给你的莫言斋那么大，你平时要跟着尹清教授做研究，没空去搭理，所以啊，他特意关照我出来帮你看见。这施总的。杨叔，这事就到这儿吧，先别说了，我闪了腰，还疼着呢。行，好，不说了啊。那你好好休息你的腰，我先挂了。拜拜。洛小姐，你在我身上缓解你闪了的腰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动？抱歉，我方才有些不适。施叶然是你何人？不是什么人。你心情不好？没有。我这般压着你太久的话，你身子也会麻。我下来。你不是腰疼，要在我身上休息一下的吗？你歇息好了，施姑娘，多谢你。洛小姐，如果你的腰彻底好了，就告诉我，我带你上街去。上街？为何？给你买点东西，比方说内衣之类的。你总不能就这么穿吧？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得买才行。你等我一下。他刚不是闪了腰吗？怎么现在走起路跟没事人一样？即使劳烦施姑娘替我添置物事，我身上并无银两，这块玉佩便由施姑娘你拿着，当作银两来兑换。这块玉佩看着有些眼熟。施姑娘不接，可是嫌弃此玉？没有。此乃战国暖玉，距离施姑娘你们此朝一玉两千年。我虽不晓得你们此朝流通银两的折算方式，却也有理由相信这块暖玉定是可以折换你们这儿许多银两的。乐小姐，你以前在明朝时是做什么的？我那时经营着几间古玩铺子。难怪，我看你对这些古董都很懂事的，还知道机关术，你以前应该是个行家才对。只是这战国暖玉那么贵重，洛小姐你还是先收好为宜，给你买的那些东西花不了几个钱，就当我先给你预付工资了。那现下上街吧。不再休息会儿吗？不必，我现下未曾穿你言说的内衣，我见施姑娘似很是在意，方才在沙发上也盯着我这处看。倘若你又要似先前那般对我这处做课题研究，我还是穿着内衣比较妥当，想必更适合你研究。他在说什么呢？我才没看他的胸。施姑娘，上街，不走吗？你等等，我给你拿件衣服。内衣需要你亲自试穿，你只能跟我一起去内衣店。你先穿上这件外衣挡一挡，
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你没穿内衣了。只是外面还很热，你先忍一忍，回来就好了。好。你身上这超短裤吊带背心上回跟我说在哪家买来着，款式挺不错的，正好咱们到步行街来逛，我也去买啊。就前面不远处那家，我带你去。你可也似他们这么穿过吗？嗯，夏天热，我有时候也这么穿。往后你莫要这么穿了。我知道你们古代人比现代人要保守许多，现在满大街都是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孩，你有点难以接受，不过你以后会习惯的。旁人如何穿与我无关，你莫要在外头那般穿，家里可以。哦，这家内衣店我以前来过，质量和款式都很好，你试一下。两位客人欢迎光临，看着什么款式的内衣都可以随意试穿的，是两位都需要买吗？我不用，给他买的。啊，这位小姐，那你穿什么罩杯的内衣？告诉我，我帮你推荐几件。什么是罩杯？就是这样吧，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罩杯的，你先挑喜欢的颜色，我帮你看尺寸。嗯，这几件。好，这个尺寸适合你，你拿进去试穿吧。嗯，小姐，您的朋友进去很久了，要不要问问他呢？他是不是不会？啊，好，我去看看。洛小姐，你还好吗？啊，小姐，是不是试穿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看看调整内衣吗？不用，多谢。啊，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了，有什么需要请叫我。怎么了？是不是不太懂怎么穿这种内衣？嗯，你方才拿给我的这些，我并不是十分明白。那要不，我进来帮你看一下吧。不过，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我还是不进来了。进来。石姑娘，你不是叫我穿内衣吗？为何站在那不动？你把你手上这件内衣递给我，我帮你穿，给你做个示范，你就明白了。给你。你看啊，这个内衣的穿法其实很简单，根据你的胸型套进去就好了。后面的这个叫做搭扣，注意卡好。等到卡好之后，你自己就摸着前面来调整。调整。然后。调整。然后当然还是调整。你看着拿捏。总之自己穿得舒服就好。啊，是教授打来的电话。不好意思，洛小姐，我接个电话，你先穿。嗯，你去吧。喂，教授，什么事？喂，阿群，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
早上八点，你师兄萧炎会开车来接你去落雁山。公安局之前找我做了笔录，知道发生了枪击，肯定会去落雁山搜山，那边的古墓逃不了搜查。这次落雁山古墓考古是迟早的事，但是我不能让教授知道，我之前就是被绑架到落雁山那座古墓里。教授，为什么突然要去落雁山？是因为……我现在手头还有资料要准备，暂时不跟你多说了。去了我们会在山上开会，明天还会在山上录音，你自己看着准备点东西。嗯。哦，对了，上次交给你的摄像机你记得带上，记住，八点，定个闹钟啊，别睡过头了。好的，早八点，落雁山，我知道了，我会准备好的。嗯，明天见啊，我还有事先不说了。嗯，教授拜拜。师姑娘啊，洛小姐，你都试好了吗？嗯，尺寸都还合适吧？你给我挑选的皆很合适。那就好，买完内衣还要给你买衣服鞋袜等等，生活用品也有很多要买的，我们今天有的忙了。师姑娘，你怎知晓我的内衣尺寸拿得这般准？看来师姑娘你实在是好眼力啊。他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总是盯着他的胸看，看出他尺寸了？冤枉啊，我没有，我就是看了几眼。看来师姑娘对我这处的课题研究已研究得颇为到位了，下回可要换别处研究啊。是不是怀疑当年有人害你，所以你要去墓里查看当年的蛛丝马迹，看看有什么线索？你想去哪儿啊？要是不远的话，我捎你一程。喧哗轩，不远。啊，谁？
放开我！石姑娘，我怕是我。